大家好啊，我是上水中心利嘉阁分行的 Amy， 今次为大家介绍这个楼盘位于上水站旁边的一个楼盘，上水名都。上水名都 total 有四座，今次为大家介绍这个楼盘是三座的一个中高层单位。事不宜迟，带大家看下成间屋的内门口的右手边呢，我们就看到一个长方形的厨房，有简单的厨具，都预留了洗衣机雪柜位。正方形的厅呢都好摆嘢嘅。咁呢一间单位呢係实用391尺嘅眼镜房啦。佢嘅景观呢就非常之开扬嘅。成间屋唔使开灯，阳光都好充足。其中的一个客房的位置，我们看到充足的阳光照射入来呢，望出去景观都好像一幅画，除了可以摆个单人床之外呢，摆个书台都没问题的。另一间房间的位置呢，我们就看到可以摆一个双人床之外呢，都可以摆到一个衣柜的。望出去的景观呢都是开扬的山景和城市景。房间的门口位置，我们看到有一个衣柜的凹位。洗手间的位置，我们看到一个浴缸和面厕的。上水名都咧系容易放租啦，同埋买卖都好多人，最近都好多成交噶。如果大家对呢个单位有任何兴趣嘅，可以随时拨打我嘅电话，电话系52829981，多谢大家。